那女的到底是谁啊？你不承认是吧？不承认分手。哦，我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不是，你说到底谁呀？就穿紫色衣服那女的到底是谁？嗯，啊，她就是。只是我的不是绿头怪，你搞事儿是吧？她就我表妹。你表妹坐副驾驶，我坐哪儿啊？车底吗？我应该在车底。我跟他真没啥。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啊，我们刚从家出来。嗯。他还想要直接上我家了，我妈让我带他出去玩。怎么就找你不找别人呢？不是，我妈都安排完了，你别纠结了不行吗？我不纠结，成全你们俩呗。跟隔壁小姐姐一样。还说黑姑，你啥突出啊？他们能看上你啊？我温柔啊。我很真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。行，温柔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们俩。哎，别成全。飞去吧，自由去吧。哎，等会儿吧。